国民神车 Artis 超优价格，超低里程，就在永春。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大家好，我是花坛 SUM 永春汽车阿乔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我身旁这一台2020年的国民神车 Artis， 它通过我们 YES 认证，可以享有我们联盟的五大保护。那这台 Artis 呢，2020超低里程，仅跑16000多公里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台稀有的 Artis。那为什么会说稀有呢？虽然说 Artis 是国民神车，可是要找到白色超低里程真的是挺稀有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白色外观，说实在的，漆面都很漂亮，只跑16000多公里啦。看一下这个轮胎，哦，胎痕都还很深。整个外观可以说是非常漂亮，白色的，最平易近人的颜色。看一下我们超低里程的 Artis 内装质感，保养的如何，皮椅都没有任何的太大的皱褶或是破裂，方向盘、内饰板都保持得很完整。再看一下门饰板，完全没有任何刮痕，刚才没用过。那再看一下后座，后座你跟我讲他没载人我也信啦。看看这个皮也非常的轻，没错，而且看看这个发泡棉很厚啊，没错，这个坐起来的感觉舒服。来看一下在2020年的 Artis 这个内装配备，还有刚才一直提到的里程保证的超低里程，16966公里里程保证。再来方向盘上面呢，有快控键以及跟车 ACC， 这个跟车 ACC 非常方便啊，让你驾驶疲劳上面降低许多。再来中间这边有原厂的 CD 音响、冷气、变速箱，这个自排的变速箱。可以看一下这一台 Artis， 虽然说只是比较简单的经典款而已，可是标配的7颗安全气囊，以及这一款 Artis 呢，整个底盘都是已经经过大改款了嘛，所以那个底盘开起来舒适很多。最重要的 YES 认证，给每一位客人最大的保障。那这台 Artis 呢，全车就是这个右后门有一个更换的痕迹，对，那其他呢就是完全是良好无动过，就是只有右后门更换，所以这台车还是认证合格。好，后面还有冷气出风口。阿乔，这台是不是原厂保养？没错，可以看一下它原厂保养的都还贴在这里。今天阿乔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了这台2020的 Artis， 那我们永春汽车还有众多的五门小车、四门轿车、休旅车以及商用车，欢迎大家来电赏车。如果大家有喜欢这部影片，麻烦帮我们多多按赞。买车估车来永春，就打开燕望永春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实在就是 SUM。